七彩焰火点亮夜空，民众惊呼连连，手机举得好高，要捕捉最美瞬间。焰火长度总共三分钟，上千发焰火，场面壮观，民众眼睛一下都舍不得眨。时间有点短，时间有点短，对。那可是人真的比想象中多好多，失望是不会失望，但还是很漂亮。国庆连假，淡水渔人码头上演焰火秀，吸引破万民众前来参与。虽然释放长度比想象中还要短一些，看得实在不够过瘾，但民众还是大赞焰火秀相当精彩。而渔人码头焰火秀不止这周，一直到十月底，每个周末都会登场。来搭乘公车，请往前走。大批民众涌入渔人码头抢看精彩焰火，远景和客运公司人员也在周边交管疏导散场人潮。新北市渔业处也提醒，接下来要到渔人码头欣赏精彩焰火的民众，可以多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捷运、公车配合轻轨，以免交通堵塞，让回家的路更顺畅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